当有客人来或带可乐出门的时候，他都躲起来当缩头乌龟。然后在我们要上床睡觉时，还会丢球来要玩你丢我捡。隔天早上，我们要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可乐也会一直大叫或咬着脚不让我们出门。不要了，喂。
丢掉了啦！你干嘛？那个不要了，哪个不要了啦？你干嘛啦？喜欢吗？好胖哦！那我可以把旧的那个鱼丢掉了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不要咬错人哎，不要咬到我啊！哎，好开心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